嗨，你们好，今天我们来做30个常用名词的小测验，小测验 quiz，我们开始吧。第一个，它是什么？土豆，土豆。第二个，这是什么？洋葱，洋葱。第三个。它是什么？西红柿，西红柿。第四个，它是什么？南瓜，南瓜。第五个，这是什么？生菜，生菜。第六个。苹果，苹果。第七个，梨，梨。第八个，香蕉，香蕉。第九个，草莓，草莓。第十个，葡萄，葡萄。第十一个，它是什么？牙刷，牙刷。第十二个，牙膏，牙膏。第十三个。香皂，香皂。第十四个，洗发水，洗发水。第十五个，沐浴露，沐浴露。第十六个，毛巾。毛巾，第十七个，镜子，镜子，第十八个，水龙头，水龙头，第十九个，洗脸池。洗脸池，第二十个，浴缸，浴缸，第二十一个，它是什么？飞机，飞机，第二十二个，火车。火车，第二十三个，地铁，地铁，第二十四个，公交车，公交车，第二十五个。出租车，出租车。第二十六个，电脑，电脑。第二十七个，笔记本电脑，笔记本电脑。第二十八个。平板电脑，平板电脑。第二十九个，手机，手机。第三十个，
智能手表，智能手表。你说对了吗？如果你有任何问题，可以给我留言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